买过点乜啦？你落话点啦？其实早提前话讲，叫我爱注意些囡仔。我若听袂落，佫误会讲你对蒙子有偏见。一直到政府摆在我眼前，我才知影，我开始真失败。你落话点？我想要点无吧？我不想要看你啼笑。我知影你伫咧饮酒解忧愁，我会来陪你，我是要来鼓励你的。因为你知影真相以后，你袂因为讲，因是你的囡仔，你就要安抚因，你反倒做出真勇敢的决定，我感觉真佩服你。人讲哦，好卡多。我袂吃家己的囡仔，我若决定要代伊袂亲，袂敢送伊面对法律，我敢若想到因规个生活边，目屎来目屎滴咧甲我求，迄个外边外心又甲拖咧挂，听我强要死。我了解，我知。不过你爱想，这款痛，你若是忍不过去，这是一时的啊。你若是会当得到教示，那还这款痛你爱忍啊，吼。万一那无改变，因顶头怨了我，都会要我变怎？不会啦，四伟跟蒙子。因拢嘛真清楚，这么侪年，你是安怎父代母子甲因家养大汉的？免哪有可能因为一件代志，就将你对因的疼惜甲温情拢放袂记的？哎，拢是我，拢是我，拢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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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啥啦？啊，做啥啦？囡仔做唔对，我这爸爸敢无责任，我敢要受处罚。算了。因爱面对外来指责，我敢会当点点徛在边仔看，我都替因承受这么痛苦。敢若是有将我心肝都结几球，做不到，夫妻过，我才是伊上该死的爸爸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拢了解，我了解。啊，你即马拍嘛拍过啊，你都莫阁自责啦。是我同弟啊，失去这两个囡仔的心。蒙子姐出事无久，伊妈妈就离开啊。伊祖先都无妈的爱，所以不管伊想要爱啥，我拢绝对想办法挽救伊。天下父母心啊，咱拢是想要让囝儿是世上好的啊。阿哥思维。我学会脸盆，祖先可能把回家一点仔苦，大概我就听到伊大声发誓要改变，我就感觉真骄傲，真满足。真个囡仔祖先都真乖的，真个真大心，真个时不时都要人哄哄伊，哎，那大作弊啊你！好完啦，蒙子哦，伊是一个真巧的查囡仔，哦，伊只是一时的迷失啦。我相信哦，经过这边的教训，伊一定会回头的，会变转去你迄个真乖巧、真大心的查某囝，你莫阁艰苦啦。只要会当阮两个人回头，莫讲多三多下岁。就是我甲家己都敢若放手，敢若离开，我嘛甘愿。我知，我知。只要你唔肯放弃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我相信代志哦，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。
别再艰苦啊！咱两个人的兄弟阿舅，到这为止。刘连班长，咱找点物件，该去设防。是。